战犯五号。是谁？徐巧芯。抢摘的果子不甜，如果人家对公投就是没兴趣，那你硬要拉他来，效果也不好。所以没有兴趣、不想参与公投的人，我觉得就不要来，就不用来，没关系。那以后2022要不要提名他？没有要提名就提名，但是大家自己会看、你们投资赵少康说不要提、你们投资赵少康说不要提、其实如果我是主席我也不会提、我是主席的话我也不会提，我是主席的话我也不会提。不要闹了，求你。战犯六号。是谁？罗志强。你们是猪吗？啊，你们就要吃来祭吗？你们连猪都不如吗？你才是猪，你全家都是猪。在民主金光党里面，诚实是一种天大的罪恶啊！养了一堆学者专家，养了一堆官员，就是帮忙说谎。神经病。需要的主席哈，可以当台湾雷公，也需要说台湾的公道哈，有一个雷公哈，可以降天雷哈，把那个民进党这个打死哈，能够让他们道歉，他们前辈对民主的付出。好，所以今天送了我们这个台湾版的雷公锤给主席。警告：以下内容含有噪音，请见谅。你刚有听到老开声？起高用地球数真枪。全力的主意跨到遐年冬，带定因家己无共，哪会到今嘛才知影？下去领五百。战犯七号。是谁？赵少康。高雄人就逼着全台湾人都得吃莱猪了，高雄这个地方就压倒性不吃莱猪，大家都要吃莱。不知道他哪个狗头军师给他想出来这个点子，叫打屁股啊！那我看今天联合报那个他旁边人还讲说，我们知道侯市长会有压力，不知道说压力这么大，所以这狗头军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当然应该知道嘛！你写一篇千字文，你把两边都骂了，国民党的是弱势的，现在是在野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资源也没有，这么辛苦还被骂一顿，那我们每天外面跑，这不都白跑了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好像变成那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变成圈圈叉叉，我们在做什么？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所以我相信不是侯市长意思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认为国民党不是这七位或不止这七位战犯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分享你的想法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